我今天准备给这个姐妹留言，以表尊重。好直接哦。但是我给你带的东西。好的。就是留言只是以表尊重，就跟你给那个天成发的一样。其实心情是比较复杂的。怎么采访一下？看到老于又被邀请出去了。又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是又约回去了吗？什么感想？来采访一下。不知道怎么说哎，感觉还挺。你觉得他们俩搭吗？看着。有点身材不错。那跟你比起来差远了是吧？好的，我帮你回答了，可以。我没有这样想。真棒。没吃饭吗？嗨，随便吃了一点。吃了点老孟和元儿煮的东西。你们今天干嘛去了？今天啊，健身房。我把它练废了，好像。你把它练废了。我今天准备给这个姐妹留言，以表尊重。好直接哦。但是我给你带的东西。好的。就是留言只是以表尊重，就跟你给那个天成发的一样。我会给他发那个，今天选的健身房很好，让你提前知道。那我还怎么看呢？我想想吧。反正我告诉你。好嘞，谢谢你。谈恋爱的话，老于真的让你贼踏实。提前报备，你看看老于头这招多呢，你还。其实心情是比较复杂的。谁啊？你啊？我。你复杂什么？就其实多一些接触是好的。就从逻辑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真正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情绪。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去想什么东西。那我还以为这是选择呢。So？ 不知道，那对啊。我为什么要拿刀？对，但是。对，就你肯定也能设身处境的想明白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所以我才能告诉你。对，所以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干嘛？没事，可以了，我们聊完了。你们聊完了？我刚从来都没有跟你们聊过天，我感觉。怎么想到来我们这里面氛围不好吗？好呀，我这不是安排好了里面的氛围才过来的吗？你没问他 ，How's your day？ 不用问，我是觉得如果老孙能够这么啊，坐在这儿这种心态的话，肯定里面没啥发生，没啥故事。十拿九稳吗？对。问不出口。你想问什么，小心？你想问什么？我直接进去问不好了。哎，不，你看人家当事人都这样。你们两个真的好好，我可以帮你，就是一起坐下，就是对，就是好熟的感觉，真的。我们俩拜过把子，你不知道？我俩拜过把子，是真的拜过把子。对，我俩在车上拜了把子。我俩真拜了。不，你说嘛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，我可以晚上帮你问。你不是叫人家自己说吗？啊，对，你干嘛？啊，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给你跪一个。哦，就是你们已经新建立了一种沟通的规，没有，我们俩的规则没有，我建立是他说的。我们俩的规则就是做自己，不喜欢那些装来装去的。我也是。对。装什么呀？就装喜欢你吗？你说。不是，那个状态不是装喜欢你，而是因为喜欢你，在你面前做不了自己。
哦，明白了吧？就是因为喜欢你委曲求全，因为喜欢你遮遮掩掩，因为喜欢。老孟，没想到你是有脑有。有脑，说什么大实话？这话我自己不敢说，你说了我赞成。说了一万观众弹幕想说的话。不是不是，我再重新措辞。来，稍等一下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有一些在思，我非常有，就是你思考过这件事情的。我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哎。不是，我有很多面，我这样就会觉得你更像我了，不但是像我的幽默。还像我的，你快闭嘴吧！我不想听你，你离我远点儿。